穿过油面街，看看亲子剧场，姨妈头一摆移动台中建设，欣赏快放松票经验，都总下松强强的。吉凤家剧团希望在透过演出当中，姨妈代表幸福天降嘅爱心，带动世界发力同希望，每本台中嘅特色品族，认识客家文化。后飞同志凤茶剧团向下组织一出象征幸福同希望的亲子剧《姨妈》，从2021到2023，到台中台铁新丰驿站的停车场表演。表演经验，姨妈真见带来艺术嘢。一位姨妈认真以前改做剪发扮来表演，喺个弦乐、火舞、胡桃同定江铁后，我要施展两眼角嘅姨妈，听听表演嘅内容，见落见精彩。要砌成仲模同面嘅姨妈，希望飞声音呢带来祝福。姨妈这个戏的精华版虽然时间不长，它只有半个小时，但是呢，就是把原来姨妈的演出所有精华的段落呢集结起来。那我们也希望，就是说，在台湾的未来哦，大家共同防疫，然后也一起回到正常生活。表演结束过后，小朋友的当天想要同小姨妈协商，加到 contact 以后，还想留下来，再个看一摆。之前一直都有在追紫风车的剧，然后因为小朋友非常喜欢，今天下大雨也要来。小朋友刚刚说：“妈妈，我还要再看一次，真的很感动。”好看吗？好看。紫风车剧团表示，希望带点幸福的姨妈，做到同祝福传遍全世界的声音呢。希望疫情一格结束，恢复正常的生活。黑新闻蔡依厂台中报道。